我们这个帅哥挑战的是5两包辣，挑战成功的话是10箱螺蛳粉，多加一种辣椒就是1箱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场就是挑战30分钟啊，吃不完就要买单跟结满2个小时。哇，简单粗暴啊，大哥。大哥，啥也不说就加辣椒。这会加粉的，这肯定要拼了，是吧？哇，这个好像更加有食欲了，更加香了。又来个辣王啊！听说你很能吃辣，不管没遇到辣椒辣过，没有遇到。听说你什么辣椒都能吃，对，你是湖南辣王吗？还有比我厉害的，你是八香哪一个？辣不辣？也不辣。有信心吃完吗？可以，开始了。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帮你自己计时，按一下时间。你们全家都过来了呀？看那么多人过来，没有朋友。你真不觉得辣吗？辣椒味都没有。辣椒味都没有。哦，辣，再加一大把辣椒，生辣椒。你吃过魔鬼辣椒吗？你吃过啊？太狠了，还是不够辣吗？没关系，要不然你要上厕所呀。吃完了以后有什么奖励？奖励这一盆螺蛳粉呢？那吃完了，吃完买单呢？我就要拉肚子啊！他说你会拉肚子？肚子怎么可能？大哥是什么世面没见过？晚上饭都没。我天天都是吃这么辣的，好不好？过来找个凳子坐。哇，要紧了！他说怕你吃完这一盆，明天跑厕所一天呀，这么辣。哦哟，那比这个还要辣。你这不要。上菜了。哦，对啊。三分半。行，好，平常有吃过这个分量的吗？没有，从没有吃过。就是吃过比这个还辣的是吧？辣椒味都没有，还辣。眼睛都红了，辣椒味没有。嗯。他是开羊肉馆的，他吃羊肉都加特了。哦，老板是开羊肉馆。那是这样的吗？专门开羊肉，做饮食的也是啊。失去一大半了，我才5分钟。这个粉的味道怎么样？这个。你吃完这个5两爆辣就是10箱，多加2种辣椒就是2箱，一共是12箱螺蛳粉，加油了，大哥。我辣椒都加了吗？还不够是吗？辣椒还不够啊？辣椒我都说随便加。我们辣椒也没有了，给你加完了。这个下次你再过来，这个你随便加2碗都没问题的。你下次说我加一盆给你，就很腻了。我是有吃都可以。一嚼。我是有多迫切的想让你成功啊，都教你绝招了。但是说累，2种多辣椒，因为感觉到辣了吧？后面不辣，辣不辣？这大哥没加青菜，没加苦椒是吧？没有，大哥什么都没加，就加了汤。一半你们吃的半碗。这一盆螺蛳粉吃下去可能一年都不吃。他说你吃完这一盆螺蛳粉，这一年都不想吃螺蛳粉了。今天让你在柳州实现螺蛳粉自由，什么不懂？我们柳州螺蛳粉最多。我是都想挑战2年了，才今天才来。想了2年了，终于来挑战了。一直在看挑战是吧？对，关注的。怎么想了2年了，今天才过来挑战？有空啊。感觉快成功了，快了。
还能吃得下吗？要不要放弃？到这个程度我放弃。我怕你吃不下。把你喷出来，喷出来像失败了。大哥应该到差不多了。可以了，最后一口了，吃完这最后一口就成功了。可以了，恭喜我们湖南辣王挑战五两爆辣成功，十香螺蛳粉加了两种辣椒，就是总共十二香。来，帅哥，恭喜你挑战成功啊！这一车都是你的，帅哥。这么多啊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，大哥？特别开心。可以，这一车拿回家了。下次还来？这次还来挑战？那你下次要自己带辣椒来了不？那必须。